麦片，煎鸡蛋，谢谢。喂，吃完了再玩吧，把它放下吧。哎，你不玩借我玩。咦，坏的，喂，惯行动啊？什么？不是吧？我玩就没事。是啊，你再试试。八成是有暗病了，时好时坏，跟他主人一样。怎么不说凡是鸡就跟你不和？喂，一大早别提个鸡字好不好？这是扫把星，碰上他就倒霉。喂，我只叫了奶茶。私人赏你的。俗话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。我只知道没有这么大的黄色蘑菇到处跑啊。我只想你补充体力，有力气对付那个圆影鸡，把它当成北京烤鸭那样片皮鸭架子熬汤。哇，姑姑啊，你这么说也就是叫他们同归于尽啊。哇，还有我们所有同事为他陪葬。管他呢，总之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，我们是好朋友。你的好朋友现在想要一斤蛋挞来增加体力对付那个坏蛋。马上到。谢谢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那杯奶茶多奶多糖，你没听见我说什么？这些事我向来就是照单做的，这么忙谁知道你说什么呀？喂喂喂，一大早别开战嘛。这就叫做无冤不成夫妇。通常最恨的那个呢，到最后还是要娶回家的。哎，冤是冤家的冤吗？那就像他这样，最后呢一定会娶影姬的。喂，说了白说啊，要娶她我宁愿死了算了，不是，我宁愿死十次啊，这是。哎，来快擦擦啦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姑姑啊，别离她那么近啊，她那么倒霉，要小心感染她的晦气。哎，买单。啊，谢谢，20元，谢谢。哎，这部机怎么好好坏了？哦，一定是那个贱嘴碰过了。暂停，能拼桌吗？啊，行行，坐吧。这，冷气机，不行。大哥，拼桌行吗？游戏机，还是躲着鸡的好。你不会走，我会走，有本事就出来搞我。两位，不二，谢谢大哥。哎呀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命硬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行了行了，伯伯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拿走就行了，麻烦你啊。儿子。啊。哎呀，你怎么弄成这样啊？我没事。最近我们公司有妖姬克我。是吗？你赶快多看我几眼吧，我不知道能熬多久啊。哎呀，这真是乌云满面呐。啊。对了，以前住在我们家隔壁那家有个豁牙金。他没被人大卸八块之前呢，脸色也是这样的。真的吗？哎呀，不用怕，不用怕啊！妈这儿呢，有一道符，是平安符啊。那你带上它，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啊，行不行啊？是不是这么灵验啊？哎呀，谁说不行啊？我带了几十年了，他保佑我找到个好老板，又有个好儿子，乖儿子，这还不算走好运。这也算走运啊？那，既然这么走运，那你带着他吧。不要啦，说了让你，那你拿着他，带着他，不管怎么都好，那就事业有转机呀、什么都有转机了。又是鸡。等等，老天往里点儿。喂，听见没有啊？出去吧。耽误我无所谓的。耽误大家就不好了，快出去吧！儿童合唱团，要不要这么齐声？你有种！哎，有没有带钱啊？迟到要罚款的哦。拜拜。哼！哎呀，糟了，迟到一分钟要罚10块呢，难道要跑楼梯？捆电梯，活该！哎，还有最后一罐，真走运！哈哈。哎，中奖了！哎呀，哇，渴死我了！怎么样，被困电梯的感觉如何？901.7。你又说什么啊？你刚才从9:01开始被困电梯，困到9:27，那你的劳烦偏好就是901.27了，这还不明白？啊，真是好笑。哎，简直是瘟神，看见你就没好事。我看见你走运吗？
我今天啊迟到罚了50块呢，要不是你这妖姬，我用带钱上班。你的钱呢、啊、不罚也全都输掉了，一身贱肉发瘟猪。比你好啊，脸像猴屁股，看到你比吃毒药还惨。你说什么？你的嘴这么贱啊？你才吃毒药呢，巴不得你年年吃，天天吃，顿顿吃。你嘴这么缺德，难怪嫁不出去的。就算嫁出去的话，你老公一定是肥穷见废丑。你以为你老婆很好吗？将来一定是老皱蠢若瘦。什么？老皱蠢若瘦啊！啊，你的嘴太脏了，来，快擦擦吧，来来。喂喂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这什么呀？看见我的丝巾没有？哦，我的哈沃什丝巾啊，我轮候2年才买到的。那不关我的事啊，是他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你还说不关你的事？哪是这么回事？他无缘无故堵我的嘴。算了吧，你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阿旺小姐，我连碰都没碰过啊。You follow me。我。哇，这么大一劫也逃过，还中了奖。咦，这护身符真是蛮灵验的。喂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真的要你赔他一条哈沃什丝巾啊？嗯。你怎么知道？门是关着的。哎，骂得这么大声，就算关3道门也听见了。这一下惨了，丝巾要10000多块。喂，能不能上诉啊？上诉驳回了吗？你这儿听也听不清楚。哎呀，我真的很后悔今年没有打小人呢。算了算了。谁是小人呢？没有。先别走。文具用完了就帮我订一批。这种事不是我做的。从现在开始我告诉你，就由你来做。好，那我去打电话吧。我看来不及了，一会儿吃午饭的时候你自己去买吧。每一件文具都要有半年的存货量，只能多不能少 ，OK？ 那不是很多？嗯。报应。啊，万小姐，待会儿我跟尔康帮他忙吧。Francis， 下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啊，约了一个胖模特来试救生内衣。嗯。啊，好，谢谢。万小姐，那个胖模特呢？他突然肠胃炎，上吐下泻，进医院了。啊？那怎么办？订了摄影师和摄影师，那不是白花钱？哎，像她那样的胖女人满街都是，还怕找不到吗？哎，你过来啊。肥头大耳，见肉横生，正好，有没有兴趣赚点钱啊？给你500块，给我当模特儿拍一集叫型内衣照。你叫他男扮女装啊？也就是说我们的叫型内衣男人穿上也会有身材，多厉害，怎么样？你倒是什么，不用干活还能赚钱，我当然答应了。不过还有很多信呢，要送信怎么办啊？送信吗？叫 Kitty 去送就行了。啊，我？那是办公助理的工作。什么叫资源增值啊？反正王先生去打高尔夫球，这两天也不会回来。那你送完信，买了文具，我吃完饭回来呢，一切都要准备好 ，OK？ 啊？想不到你带给我好运，还克了个臭妖精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哇，这么快就没颜色了？你试了1个小时了，这笔当然让你试的没颜色了，小姐。大哥呀，我要不试哪知道哪种好呢？如果买错了，拿回去会让人骂的。你有没有搞错？吃饭前你就已经选了，选到现在吃完饭了，你还没选完？别多说了，快帮帮忙吧啊！喂，那这种的好像挺好，可是这种的就便宜一点，你说哪种好呢？别说了，这种。哦，这种，这种也可以。喂，还有啊，那这种呢是0.3，细一点的0.4就刚刚好，0.5呢就好像粗了一点。那你说可以了，你选一支0.3吧，谢谢。有吗？枪啊，一枪打死我吧！你要是工人的话，我早就炒你鱿鱼了。买一点东西买这么半天，如果我买错了，万贵妃她会骂我的。订书钉、记号笔、铅笔、涂改液、单行本，劳驾，你照单拿吧。这才上路吗？喂，你没事，你知道哪种好啊？平时用哪种就买哪种吧，不好用他们会跟你说的。就快2点了，我还要去买衣服啊。哎呀，真的就快2点了，万贵妃呢？她让我吃完饭就要办好的。我不管你那些啊，最多我打电话给公司叫人来帮你。喂，早知道要帮那妖姬，我情愿帮艾杰洗厕所更好。早知道是肥瘟猪，我宁愿自己贴钱照货车不更好？照警车差不多，非洲妖姬。你说什么？
说你超级倒霉耶。没你倒霉。你倒霉。你倒霉。你比我更倒霉耶。哦，不是，你比我更倒霉呀。喂，干什么？喂，全都下车。还没到呢，为什么要下车？电台说前面有肢解案，警察封路了，下车吧。哦，这倒霉透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啊，这道符明明很灵的，怎么突然没有法力了？难道他也招架不住克我的妖气？哎呀，我！哎呀，怎么这么走硬啊？这都摔不死你呀！哈哈哈！雨山找到了，只差一个头了。女凶是一男一女，男胖女瘦，应该刚刚走，大家注意啊！好，知道了。咦，男胖女瘦，纸盒藏头，不许动，举手！哎呦！哎呦，叫你两点前把东西拿回公司，现在三点半了，还买回来这么一批烂货，什么态度啊？是不是很不满意啊？哦，不是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那些警察误会我们是凶手，接着要问话，接着还封了路，要绕……我不想再听借口了。总之，现在这批烂货呢，我肯收你要问责辞职了，是不是？是人就知道问责制，也就是不用辞职啊。可不是，还是那句话，这批破烂文具呢是你们两个人犯的错，公司是不会负责的。说完了。喂，姐，算了，就当你破财挡灾吧。你跟我去拜神吧。拜神呢，求这肥文珠快点消失。你求神拜佛，求自己早点死不更好，连累香港。你别吵了，是是是，可不是嘛，跟这种贱人说话，贬低自己的身份。说的对，级别不一样。是是是，算了算了。不行，把符拿出来当着杀气。在哪儿啊？买一件给我妈穿也好啊。那道符落入敌军手中，那不完了。哎呀，我的符，我的……哎，怎么有道符啊？哦，喝了我的符，想破我的法！哦，原来这道符是你的，你好狠啊！你想给我下降？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看他们两个不死，一个是不会安宁的。就怕他们俩没死，我们就让他们俩给烦死了。一人少说一句吧，吵架伤和气啊！喂，你喝了我的符，为什么？他有多坏啊！把符放在我杯子里，想给我下降头。算了，晚上有什么事我就不会说。你晚上才有事呢，我现在心跳加速了。怎么，不喝也喝了，想怎么样？想打呀！我扔出去顶多罚1500，不过你今天起码不能进家门了。不要啊，你快点还给 OK 姐吧，这个钥匙扣很有纪念价值的。你告诉她干什么？让她马上还给你啊。哎呀，很重要的，那只好狗头铡伺候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哎呀，公司没有狗头铡，不过不要紧，我也有办法。我跟你拼了。想不到那个妖姬打起架来这么狠，难怪她这么老也没人要呢。你也不用这么谦虚，你跟她真是半斤八两。可不是吗？喂，你们不能怪我啊，打架拳脚无眼，我哪知道你们会过来劝架的啊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要是故意的早就报警抓你了。所以说呢，什么时候也是不做中不做保最好，下次就让他们俩打个够，我以后再也不当和事佬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喝汤喽。姑姑啊，知道你们伤亡惨重啊，特地给你们熬了一锅好汤啊。太好了，谢谢山姑姑。不是你的，刘金，你的。不可能吧，给他。可不是吗？是啊，这个呢
是十全大补汤啊，喝了它呢身子养好再战江湖。打架这种事呢一定要打死一个才能罢休的。啊，还有啊，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哇，你怎么了？叫他带这种东西出去想让他犯罪啊？什么呀，这把刀是给他切水果的。这根针呢，你衣服破了的话呢你自己慢慢补了啊。放心，我跟那个千年妖姬啊是百年的宿敌，我一定要铲除他，保卫世界和平。算了吧，公司让你们俩弄得乱七八糟了，再这么闹下去真要同归于尽了。可不是吗？那正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看来那你应该放放假充充电呢。嗯，对对对，你休息呢我们也可以休息休息啊。不错啊，像陈伯说的这样子吸吸灵气也蛮好的，需要去四川不容易啊，那去离岛也不错啊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反正大口强在常州有喜宴，我送了礼不可能不去吃个够啊。是啊是啊、嗯、是啊，不过也没用哦，最近啊公司有很多信要送，万一我请假的话在上班不忙死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怕，由我发起，公司一人一信帮你全都送出去，然后呢你请十天大假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千万不要赶。嗯，真的吗？嗯。阿梅啊，我不是因为那个 H1E 所以才来常州，只是最近呢运气不好，不是很顺心，想来散散心而已。反正有证券也别浪费了。我没事了，我过两天就回去的，拜拜。常州啊常州，曾几何时我最开心的日子呢在这里度过。Alex， 我很想你。上次第一站是北地庙，去重温一下。那别装蒜啊，全都喝完了啊。喂，嗯，我真的不喝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陪兄弟多喝一杯也不行啊？你不要逼他了，他今天结婚呢，你不想他第一天就加鞭吧？对不对？女人，你千万不能迁就他，要先给他一个下马威才行嘛。大不了这样，我楼上有房间，你喝醉的话呢，我陪你同床而睡，答应不搞你。跟你同床，那不是很高兴？当然。我不如回家搂着我老婆了，对不对？喂，你真的走了？喂，别走！喂，我帮你追他啊！又来这招！喂，溜了，慢蹬！哎呀，又让他溜了！哎，像我这样嘛，永不栽在女人手上，不知道多自在。哼！啤酒啊！哦，好。最后一站呢，就是这间酒吧了。上次呢，也是坐在这儿的。我可惜现在，啤酒这边，谢谢。你这个绯闻主怎么会在这儿呢？要是你这非洲妖姬，放下这边。不是，我先叫的，谢谢。这里女人之家上什么酒吧？你是不是霸女啊？怎么，女人不能上酒吧？我酒量好啊。哼，你的酒量就有本事来几杯。好啊，怕你啊？那输了呢要像蛇那样在地下爬。你说的，拿酒来啊。一剑发财，双龙出海，三清拱照，四季平安，五二五一十，六亲不认，好，七姐妹到，八挂杂志，九狗屁滚通。是啊是啊是啊，万佛城。哎真怕劲儿啊。是你怎么样啊？我起来啊。我送他回去，送他回去。我不许走。哇，喝这么多。放给我。不许走。放给我。栽了栽了。哇。你喝的这样，你说到了啊！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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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要妹子啊！好好好，全都是你的啊！来来来来啊！睡吧，拜拜。
动门呢？打雷，我最怕打雷了。Alex，我好想你，你在哪儿呢？困电梯啊，从9:01这糟了，怎么办？我真的不行。喂喂，你的嘴很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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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模特呢，突然肠胃炎进了医院了，怎么办呢？约了摄影还有芝。总之现在是一批烂货，肯收的我就问文啊文泽志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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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